你可能很孤单吧？我观察你有一会儿了，心里有一道很深的伤口，对吧？我感觉得到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。 没错，我是精神科的医生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系我哦。不过很抱歉，我可能不太需要你。帮我！啊！帮我！看，那个人，那个黄衣服，是我的病人，他肯定是从医院逃了出来，一路跟踪我到这儿。 刚刚那个人，他是我的病人，他从医院里逃出来了，我现在要把他带回医院去，明白吗？啊，他肯定会倒打一耙，他会说我是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，让开！小姐，你稍等一下。我是他的主治医生，然后说自己是医生，明白了吗？让开！放手！ 你没事吧你？我刚刚不就让你让开吗？我会过肩摔的。你要是早让开，就不会这样了。你还好吗？啊？你要不要我带你走？走，没事。啊！不。 神经病啊！去个厕所这么大动静，找抽呢你？看看，妆都花了。
在哪儿呢？这叫上兄弟们都过来。有个小子把我的衣服给抢走了。那是老大的衣服，里边有东西。没事吧？你愣着干嘛呢？上车呀！哦。啊！你们先回去，我等会儿自己打车回去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是刚刚那个？这么快就换了套衣服啊？哦不，我是想说，那个刚刚我太着急了，所以我才摔你的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儿受伤了呀？要不要去医院呀？还好吗？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记住。2017年2月16日晚上10点整，这是你让我心动的瞬间。我让他心动了，我怎么让他心动的？这种霸道总裁的桥段，接下来应该要说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对我的人。恭喜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你是第一个。不会吧？这么对我的。不会吧？电视剧里面剧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算了吧。那个，我可能我以后我也不会那么粗鲁的对待你了。所以那个，我先走了。